么多。那你把这个给隔壁爷爷，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哦，慢慢去哈。好多，他昨天是捅了章鱼窝吗？兰花蟹、石头蟹、八爪鱼，八爪鱼这个季节很多，干脆做个干锅吧。妹妹，你拿好哈，你拿给左边、右边还有那边的爷爷跟奶奶哈，记得哈，拿好哈。怎么样？很好吃。真的吗？特别特别的脆，妈妈，我去叫爷爷奶奶。嗯，你去叫。